大家好，新一年又到啦，但我哋美国呢边咧，好气氛麻麻，但系我都想了解下我哋屋企爷爸依家搞紧啲乜嘢。而家先睇下我妈咪喺度搞咩啦。系啦，我妈咪应该系喺度煮紧嘢嘅。家庭主婦的樣子幾認真，哎呀，吸住不讓我拍影喎，咁鬼孤寒嘅，將啲秘笈自己收埋收埋，仲有呢包嘢，哇，好香啊！究竟係咩嚟嘅？哦，原來$10嘅豉油機，冇激咁耐，到時整唔掂。豉油機，那是不是最好的做法？嗱，依家我哋所見到係一個三角形，你覺得奇奇地咧？我是一个钟，好久没算钟了，差不多成大半年，但整钟都挺麻烦，好时间太长，所以懒得整。等我试下呢个钟系咪够钟。嗱，依家我将个钟打开咗之后咧，你咁靓。味好吃，嗯，唔错唔错，有腊肉啦，有瘦肉，有花生。是不是很大粒花生，很大粒花生，嗯，给你看看我自己吃的，还有红豆，但是它们夹起来的味道呢真是 perfect， 嗯，好大嚿，哇，还吃一粒很漂亮的花生，嗯，让我试一下先，嗯，大家好，今年踏入2001年的兔年，响度我祝大家吐气扬眉，事事顺利啊，搵多啲钱钱吓，我又过一个肥年啦，系响度帮命食，但系食嘅都唔肥咯。依家啲女仔成日谂住减肥减肥，所以冇个人敢话过一个肥年。我又唔知啦，我食极都唔肥嘅。各位老友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，万事胜意。点最拿手嘅金尺，唔知夹住咩？你试下。你个膊都喐唔细细嘅，慢慢嘅，你真系中意嘅咯。我未用啲个膊做点话？嗰边黑妈妈呢啲系咩嚟嘅咧？打住个电灯嘅啫，手会喺一身。人呢啲系竹司機，今日煲花旗參竹司機湯啊！
40 年，我系40年啦。大家隐隐约约见到呢啲系咩嚟嘅咧？冇错啦，呢啲系国仔啊。呢个几多几好食噶，我妈咪整得仲好食。好靚呢，既然大家見識到咁嘅美食，油炸國仔，就當然等我嚟試下啦。猶豫不離，頂你我嘴啊，滿曬油。花香味。